的，各位亲爱的小老弟、老铁们，过来聊。那这一集呢，我们继续在玩个这个 Vainglory 哈。那一样选择这个机枪兵啊，那一样还是来测的网路好啦。啊，最近换的这个什么、分享器啊、哇，网路变得很快，所以这个游戏玩起来特别顺。游戏玩得顺，网路有顺，就一切就顺，好吧？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喽。哇，这样很灵活哎、看我这个滑动很流畅哎、好喽，那我们来看这一局表现如何啊？看一下对线。对方的攻击距离是比较远的哦，所以这一局也是一样哈，要逃跑哈，逃跑的部分要掌握啊，距离的部分要掌握。这个人不叫奇葩之手之者，他的那个攻击的距离比较远了哈，所以我们要站远一点。那我们虽然也有这种远距离的攻击啦，不过我们出的是武器型的，所以基本上这种远距离的攻击是魔法造成的伤害是蛮低的哦。我们主要是普通攻击会比较强。哎呦，一开始就死了，孩子。开始就死了，这样怎么玩？一开始就死，然后又吃不到钱，怎么玩？你要怎么玩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 ？Peter， 你要干什么 ？Peter， 你要干什么啦？干什么啦 ，Peter？是顶锁呢，你要干嘛 ，Peter？ 是顶锁，你还要过来？是顶锁，顶锁什么意思？顶级锁耳。紧张，紧张。哎呦！还不错哦。我们的骷髅王不错哦，我们的五月天打得蛮厉害的哦，五月天哦，一个骷髅头的，哎呦，钱吃不到哦。对方的骷髅头也打得不错耶，开始啦，都有互相责怪啦，好吧，这一局不管赢或输啦， 就把它拍完好了哈。之前的影片都多数是赢的哈，那我们没关系，如果有输也没关系啦，还是要拍出真实的样子啊，哪有人每场都赢的。干什么啦 ，Kider？ 你打我干嘛？喜欢打我呢哦！走，等来啊，等来啊，回家买装备，鞋子买快一点的。一样啊，毒蛇面具啊，3-1啊，哎，不一定，还不一定哦，不要慌哦，有一点那个了啊、
那骷髅头跑过去了哈，小心了。此时我的子弹已出现，商店出现了哈，等一下买东西会就会比较近了哈。哼哼哼哼，我们队友怎么不熟啦？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沉住气哦，一定要沉住气哦哈。回家回家，买个面具，鞋子再把它买好了，先买鞋子好了。五月天，你想要干嘛？五月天。这个人不叫奇葩。骷髅王来了哦，小心哦，进来里面比较安全哦。退哦，退哦。反正就是不要跟他们硬来就好了。不要硬来就对了，不要蛮干就对了。我们不要蛮干，他就攻不进来，然后他们的信心就会被我们摧毁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推进。很吵呢，就菜呢。就菜呢，一直叫干嘛啦？不要叫啦，我来了啦，不要叫啦。对方来了啦，这里放一个啦。哦，这队友你好惨，这个队友太吵，我们把这个社交哈，把他这个讲话关掉哈，可以关掉哈，太惨。就是打得很烂啊，还一直要怪队友啊。然后呢，比较厉害的选手齁，比较厉害的玩家就是不会送头啊。他比较不会死掉啦。我们的队友要死了，死掉了。那我还是不要去救他们，因为救他们没有用。退后到后面来，退到后面来。
不要送死就是硬。还有你如果死掉的话，对方他会有额外的钱哦，所以我才说不要随便送死。然后不是说你去帮队友哦，就是算厉害。你如果自己能力，现在能力大家前期能力都很低，你如果没有那个能力，你过去帮其实也是送死而已啊。所以我会建议初期你要躲在这个塔后面，人家给你这个塔就是要你运用的，不行就要退。不行就要退，你看我们都在这边稳稳的，必被摧毁。心哦，吼，对方哇，对方要攻过来了哦，不会让他那么好攻过来的。有我在哦，他们很难攻进来的。看那个傻子，那个傻子想要冲过去，哎，没办法啦，先这样子喽。下方怎么没有人要守啊？下方没有人要守哎。对啦，干什么？笨欸。你这哇，苦你啊！哇，这一局输得难看呐、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收入起来。这一局就让各位看什么叫做很烂的队友，已被摧毁。中路炮塔已被摧毁，还没有人要顾。中路炮塔已被摧毁，他已被摧毁，还没有人要顾。那现在怎样？全部人都跑到中间是怎样？睡着，笨。上下方都被打，没有人要守，下方炮塔掉了。哇，还有够惨的哎、欸。
网络是很好，队友是很烂。队友烂成那样子。干什么啦？五月天，你在干什么啦？笨呢、欸？还要投什么降啊？打那么烂，然后投降就可以解决问题吗？不好好表现，投降就想解决问题，死了吧？哎、欸，活着、哦，就只想投降。怕安怎啊？干嘛想要投降？打得那么烂，就想投降？啊 ，lucky 哦，来啊，跳进来啊，你跳进来啊，进来，跳进来啊。干什么啦？奇葩！不要啦，我就是不投降，不想投降嘞、欸。我打那么好的，我打那么好，为什么要投降？我打得那么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听你在那边投降？干嘛、啊？五月天，你冲出去杀他干什么？以捕获魔衣。敌方以捕获魔衣，魔衣就是会帮你加血啦、加护盾的一个辅助的龙。一个一个倒下，一个一个数掉。已释放暗爪，暗爪就是那个最有攻击性的龙，来破坏我们的建筑物。紧走，紧走！哦吼！死得好难看哦，全军覆没！好吧，今天就到这了。你网路再好，队友很烂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好吧？那今天就到这喽，数个老口啊，嗯。